大家好，我是 Carol， 现在呢在明传大学的恋爱市集，那很开心受到他们的邀请，所以今天呢会在明传大学摆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有手作甜点、美甲还有饰品、文创还有服饰的一个市集，那待会我就要开始来准备我的摊位咯。今天呢很特别，因为我在明传大学，很开心受到他们的邀请，所以呢就来参加他们的校庆的一个活动。然后他这个活动呢是有一些邀请一些比较文创的啊、美甲啊的一个市集，然后也有卖多肉植物或者是一些衣服，然后一些调酒都有。那今天呢我就是做美甲的摊位，那这次呢其实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摆摊了，也算应该是第三次吗？对，那就是一直都觉得摆摊还蛮好玩，也还蛮有趣的，就是直接可以跟大家互动这样。我今天呢就是准备了这些的颜色，很可爱吧，然后比较春天比较粉彩的颜色的，然后还特别去找这个架子，有没有超可爱，然后摆出来就非常的吸引人这样。然后另外呢我还有准备了就是今天这个活动特别的一些图案，就是有猫咪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一些星星的图案，那这几个都可以换底色这样子。那今天就是做单子的美甲体验，会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想让大家就是可以透过单子体验的方式，然后可以更知道美甲在做什么，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有更喜欢美甲的机会这样子。那所以呢待会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我在这个活动会做什么事情，你就来看看吧。这边可以有单子体验，只画一只。赶快趁着空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摊位的样子。然后刚好就是在了一个棚下面，可以遮阳避雨，超赞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美甲单子体验，然后有一些 QR code 之类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今天的体验的图案。对，然后我还把我的台灯带来了，然后所有的工具啊，这些磨甲机。
然后必须说一下这个凝胶灯，因为它没有线，所以就是带出来就是真的超级方便。然后后面就是很尴尬，还是人家的图书馆，但他们好像都可以很专心，我觉得非常厉害。然后呢，就是一些我的一些工具，还有就是一些视频啊，然后凝胶这样，就只要带少少出来就好了。这边就是今天准备的甲片的作品，在这里可以让大家看这样。The date was 24 of July. You hold my hand for the first time. Oh. And my necklace that you bought me is gone, and my heart hurts. But I should play alone like there's nothing wrong. Nothing wrong. I can't move on. Need to get away from you.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摊位好了，有一些多肉植物，很可爱耶，超绿绿油油的感觉。然后学校的市集就少不了一定会有这种卖衣服的，来看看现在的学生们都穿什么，很春天的衣服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有这个小饰品，就钥匙圈啊之类的，然后衣服、包包，就是很缤纷。还有一些织品，还有一些水晶石头，还有草莓牛奶。看一下，还有衣服。今天的场地在明传大学。这边又有一摊衣服，比较帅气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猫咪的饰品，好可爱哦。